我希望其他的人介绍我能学到，要不掉掉了怎么办？我也有把年纪了，你拿支笔我写一个字给你，很容易的。我会拿笔，但是有方法啊，没方法不行的。哦，拿这个帮我垫一垫，不是弄。我要不要纸给你呢？哎，能一个有没有报纸？明理以后呢，就很简单了。你不明理，一生人都很难的，就搞。你怎么变啊？字是什么事啊？不是隶书是行书、砍书、你怎么变啊？心态变嘛，意识变嘛，意识最灵活的嘛。第六识不就是灵活啊？你让他去变。我跟大渊以前也是告教他这样的。反正我想一个字啊，我各变也好。好，各位，我跟师父学习东西。希望师父那个东西啊，我能学到你师父的东西。随心而发啊。率性而为啊！水我冲一下。哎，林德峰，来，等一下，喝一杯，喝一杯泡茶。那个他是矿具老板，哦，矿老板，我们会长杨会长。我希望有人介绍啊，那都不许都没人介绍，太可惜了。哎呀，大亮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现在多不多？今天不多。刚刚那个写不来是吗？第一天。再没有人啊？啊，你坐，你坐，请坐。我看等等，跟教你一样的一个方法。对，他要。比方。讲他。他要传授。对，他的。比方写一个字啊，我们想，两目不成林，是什么字？像吗？一个木头的木个眼睛的木，两目，那两目不成林，不是林啊，就是那个像嘛，那个两目不成林，这个木啦，还有这个木啦，哦，就像这个不是木吗？那个响啊，怎么变呢？很容易，你不远福，不远福三个字，你记着这三个字，那个口诀来的，口诀。不很远，能恢复本身字的状态，这个三个字你把它弄通才行。你看我的木字会变吗？变用那个篆书。你看这是变了很多个的形。那你刚刚讲的那个什么三个字口诀是什么？离吗？啊，离。离开的离。不远。啊，离。离不远。福。福，能回到本身字的福，福到你这原来字的状态怎么样？恢复的复，恢复的复。那这个响字，我那大渊的讲了，响，我现在那个响字是用隶书，篆书啊，篆书不是这样写吗？是吧？对，篆书。离，好了，聊离开了。这个就不离了，拼在一起，拼在一起，好几个法的，有没有学两三个法的就很好了。我现在用个拼了，拼，离，拼啊，拼在一起的拼，在一起啊，向下嘛，你长短的嘛哈，唱现在唱那个信了，就写在这里的，是吧？思想啊，好，我把那个木字，我们想的时候呢，当然不是的，用心去想嘛。我们佛教里面的佛有五个眼睛，有天眼啊，慧眼啊，佛眼，我们没有嘛，我们就是平生人。那我们就叫做不远佛那个字啊，有一个小啊，这个动的，这个动的。动态那个这个动态的就阴阳了，这个木字的有动，这个也动。那离开了眼目，我们不要眼去看，用心去想。这个意不中眼性，那个不很小小的。也是有，要是一个小有融入在里面的，里边呢就没有远离的啊，就离了吗？是不是很远啊？对。怎么回复啊？就那根线把它拉回到字里面去了。对，把那个拉到去了。如果没一根线呢，
人家不懂的、嗯、就已经分开了。你可以这个木字呢，我把这个木放大，用眼睛去想、嗯、不是用心去想、嗯、那我就把那个木字啊写在这里了，就一点一点镂空，等它有动态，镂空的就比较动态、啊嗯、我们风水的就不动了嘛，还很闷的、啊嗯、这个想的话怎么写的时候，你的拼有些用就拼、嗯、拼在一起、啊、这些也行了，这种拼嗯啊嗯，这些还创业新啊、嗯、新的不要写这个新的嘛、嗯、用那个篆书的新来看、嗯、是吧，用那个篆新的新、嗯、有什么想啊、哦、你就把它拼在一起了拼了嘛，就是很多的字体，这个动嘛，那个这个不动的，这个动的、哎、啊动静，那就是阴阳嘛。很多的这里你就可以把它融入、嗯啊、还有那个呢，你把那个树木填大一点的，很粗的哈、嗯，很粗的，变成粗的线条对小的线条细细的，嗯、啊，嗯、粗细，嗯，又是对，嗯，什么对啊？就是阴阳的对嘛。嗯。还有一个也怎么样呢？随便你先打树，我打那个木就打横写，行不行？那个木字这样写啊，嗯、啊那个木字，嗯，是啊，好像这样写，啊，嗯，那自己填上去了，你、嗯、那个底主笔的写打横嘛、嗯，啊，你可以木字可以在这里了，你写个眼睛也可以嘛，刚刚啊、嗯，代表它嘛、嗯，那个字怎么加上去啊，都可以啊，什么都可以、啊。这个意境也是很广的哈、哦。啊，嗯、对，啊，一个斜，一个斜的，一个正的，是不是有阴阳啊？你这样的描述，我想到在中国大陆很多的写那个字体哈、哦，嗯，用自己写人家的名字，或者是画山水，然后把那个名字融入上去，他有很多的构想，嗯，很多的构想，他看起来之后，哎，就是。一般人没有用心去看，就不知道他在写什么，哦、是吧？对对，是很多创作，字中有画，画中有字，就这样来。